前检警在新北市地区查获来自越南的走私肉品，并检验出有非洲猪瘟病毒。那经警政署昨晚紧急通令清查下游买家，那本局立即漏夜动员警力，全面清查彰化县内曾经向该业者购入猪肉相关制品的商家及人员。那初步发现，在贩售越南食品的杂货店内，有来源不明的猪肉制品。那本局会同本县卫生局等相关单位来进行稽查及检验，是否含有非洲猪瘟的病毒。那最后呼吁民众不要进口、输入及购买动物检疫产品，避免触法及损害健康。